PG&E 会确保现场的安全。东方事务所开业30周年啦！佢哋办事专业、经验丰富、耐心稳阵。东方事务所专办移民、超龄儿童保护、公司注册、商标、LLC、非牟利、合同、更改姓名、房屋转名、结婚离婚、生活担保、调整身份、正秘绿卡、旅游留学、中国房产、委托书同声明书等等。东方事务所喺三藩市唐荫埠天后庙街157号3楼，电话4157880203。415-788-0203。松柏园风水好，环境好，现更提供墓园殡仪全套服务，新推出的开发区全面特价优惠，详情请电松柏园华人部650-985-2336 650-985-2336。周末食碗面，个个都俾面。好啦，又嚟到星期五呢个时间咧，有何亨咧同阿赵博士咧讲一讲啊最新一啲大数据出现嘅情况。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过关于 AI 嘅题目啦，咁啊，所以一阵间都会延续落去，究竟喺 AI 呢一个嘅数据嗰度咧会带动到究竟我哋有啲咩变化啦。咁啊，首先咧叫阿赵博士出嚟先，赵博士早晨。早晨，好啊。系咁啊，赵博士，不如我哋又解答翻我哋上个礼拜啊，即系同啲听众嘅交流嘅上面咧，有个问题就咁问嘅，就话咧关于一个咧涂胶系咪真系养颜咧？因为母亲节啊嘛吓，咁啊，首先预祝各位母亲诶，天下嘅母亲都快快乐乐、幸幸福福咁样啦。就关于涂胶嘅问题，咁啊，上个礼拜就揾阿赵博士诶、做一啲嘅睇法，睇下点样。佢就话而家咧啲涂胶系养颜同埋美容嘅作用，咁啊有好多时咧见到有好多网络上边又或者广告咧都吹捧呢一种啊，即系都系女士好中意食嘅一样嘢。咁究竟涂胶系咪真系有呢个功能咧？赵博士？嗱，我就睇過啦，塗膠咧就絕對咧喺歷史上邊咧係一啲好犀利嘅嘢嚟嘅。不過我要提點大家要小心乜嘢咧？塗膠點得嚟咧？就係喺棵土樹佢傷咗，或者俾一啲真菌傷嘅時候，佢會製造呢啲咁嘅物料出嚟。咁但你諗下，而家幾多污染喺個環境上邊咧？咁如果你揀塗膠，好似我話蘋果膠啊、洋葱膠啊呢啲啲膠咧，你都一定要咧買有機嘅。因为个如果唔系你同一时间佢就算点有啲咩补品补到个身体养颜，但系你又食咗嗰啲农药落去咧，农药啊大家已经证实咗系会同养颜啱啱相反，老又老得唔靓啊，啲肤质又会唔好啊，咁你谂下，就算你话啊可可巴油对身体好对头发啊好，但系如果啲可可巴油好多污染好多农药嘅时候咧，咁你就变咗系有几多成系伤害。有陣時個傷害同埋嗰個幫助個比例係唔同一樣嘢嚟嘅喎，佢可能傷幫到你一樣，但係令到你咧之後咧就係長期嚟講咧係唔靚嘅。譬如化妝第一個例子啊，化妝可以令到你你嘅生命睇落去表面可以好，但係長期嚟講咧，肯定下一代化妝係保唔到嘅。就算你做手術啊。都保唔到下一代噶，你係唔係咁就唔係咁噶啦。咁所以點樣可以令到老啊老得均勻，又會老得靚咧？呢個係一個唔同嘅要求嚟嘅。嗱，有啲人老上嚟咧，就想扮住一個17歲嘅，諗住咁樣咧就會好啲啦。咁但係事實上，如果你睇 data AI 嘅幫助，就係幫到我哋睇到呢樣嘢唔啱嘅。呢樣唔啱啊！AI 甚至咧仲可以話俾你聽咧。有一啲得意嘅數據喎，就係、是、男人咧嗰、那個前列腺咧，竟然坐低去小便咧，會原來健康啲喎。AI 就可以話啲咁嘅嘢俾你聽啊！你即係如果你走去揾啊問咧，同埋睇啲數據咧，所以如果講緊塗膠咧，AI 就話俾你聽，塗膠咧係有根據，不過咧就要小心，因為嗰個農業咧就只要加速冇減少到。系咁啊，所以可能嗰啲叫我哋嘅补品啊，养颜嘅嘢咧，即系我觉得喺唔同年代咧，大家都可能因为即系喺商品嗰方面个发展啦，或者推广咁样噶嘛，即系都好多时，譬如啊，以前咧就话食燕窝好啊，炖燕窝啊咁样，咁啊燕窝嘅食法咧都有啲唔同。咁啊，跟住有啲學説又話啊，燕窩其實會影響，譬如身體某啲係咪對個細胞之類嗰啲，都會互相影響，但係都唔係一個單一嘅會造成大家嗰個功能上，千祈唔好諗住係單一地好
或者單一地唔好，咁啊了解下自己嘅身體即係狀況啊，入邊食完之後會有啲咩反應啊，咁之類。咁啊，博士咧就提咗大家啦，咁啊，桃膠咧係都係精華嚟嘅，不過要留意就係佢點樣去做出嚟，而冇。未放落你個口之前咧，就係即係受到污染或者俾其他唔好嘅嘢黏咗上嘅，啱唔啱啊？趙博士，冇錯啊，冇錯。我哋咧，就算以前啲人話啊，可以飲水喉水喎、哦，而家啲人真係麻煩噶，唔肯飲水喉水。以前係點同啊？以前嗰啲水喉冇咁舊啊，而家啲水喉啊，嗰啲鐵啊，嗰啲降水都舊咗咁多年啊，仲有喎、哦，嗰幾多人而家喺住喺個城市度又多咗咁多。佢又冇同你換曬啲喉喎、所以連水喉都要小心啊！係、如果你講水喉呢一個題目咧，近日我都有關注同留意啦。咁啊，佢有好多唔同嘅濾水器啊，用唔同嘅原理都有嘅，用一啲嘅微粒又有，或者用啲電嘅又有。你覺得趙博士嗱，即係條喉我哋係換唔到嘅，即係當然換可以換，但係要可能要需要好多錢啦、咁但係我哋喺個喉輸送嘅過程裏面到俾我哋用或者俾我哋飲啦，呢一啲而家以你所見到嗰啲咁嘅，譬如用電嘅又好個原理，或者用啲粒子嘅又好咁樣，你覺得有冇用嘅咧？嗱，你好簡單嘅，你想知道有冇用啊？你攞杯咖啡啊，嗰啲咧，嗰啲人哋鴛鴦又好 ，espresso 又好，濃或者淺嘅，你試下倒落去嗰個濾水器嗰度咧，睇下佢嗰個質素出嚟嗰有冇咖啡味啊？如果佢隔唔到你啲咖啡味，咁佢隔個功能都唔係話好到咁緊要啩，係咪啊？所以嗰個問題邊度出事咧？邊度究竟出咗事咧？就係呢個問題啦。就係話我哋越係多人，你話啲水喉換唔到啦。咁啊，你記唔記得以前咧？我哋有段時間有句新冠肺炎病毒，大家搭住咁住咧，喺香港又好，其他地方又好，搭住咁住咧，跟住然之後走一個人入嚟病咗咧、就全部人病曬。有冇見過啲咁嘅情況？有。咁有啲人就話：，唉，點算好咧？嗱 ，AI 就可以話俾你聽啦，就話當嗰個負荷喺嗰啲水喉度，個負荷大喺城市度大，而佢冇換嗰啲嘢，即係譬如佢收咁多喎，繼續收落去喎，年年都收，年都收得越嚟越多啲。咁但係佢又冇辦法整到嗰啲水喉，因為佢都話係繼續梗係收税㗎啦。咁你知唔知道發生咩事？點解我同你講話爆銀行啲嘅咁嘅問題咧？就會繼續爆落去啦。我之前幾個禮拜聽開嘅都會知，而家仲爆緊，有冇續續咁爆？遲啲啊，呢七年內啊，2030年之前咧。分分鐘爆城市嘅，有啲城市咧，啲人咧廿幾三十萬嘅人咧，無端端就走咗去喎。香港一個好嘅例子啦，你有冇見過有啲咧，有啲私校咧喺香港以前咧就做得幾好嘅，無端端走二三十萬嘅人走咧，佢分分鐘而家連學校都冇埋，即係唔係淨係 run on bank 咁簡單，係 run on 個 bank 嘅 business model，可以 run on 個城市嘅 business model。你走咗兩三萬人咧。二十萬人、三十萬人咁又走落去啦，咁你咪收少咗税咯，少咗税咁咪繼續唔整啲嘢啦，繼續唔整啲嘢咧，咁嗰啲人又睇到又唔繼續唔整啊，仲多啲人走，咁啊一路走下走下咧就冇得翻轉頭噶啦，係咪啊？冇錯。所以咧，有好多人就話啊，想健康喎、不如咧就唔好去咁多人嘅地方，唔係即係又唔可以冇人嘅地方，冇人嘅地方又唔健康啊，有啲咩事出現咗咧？冇人睇你啊，因為佢哋唔識啊嘛。你有個人佢未睇過嘅，你去啊，我有呢個病喎，佢未睇過，咁又係一個問題喎。但如果你去一個地方太多人嘅時候咧，好似我上個禮拜同你講 AI 講俾你聽，啲牙醫咧最好就朝頭早去睇，唔好晏晝睇嘅。哇！如果個個都朝頭早睇，咁就冇人晏晝睇噶咯。呢、這個你明唔明啊？如果牙醫咪咩咯？牙醫啊，索性下週冇人嚟啊，咁我走啦咁樣。咁但係嗰個互相關聯同埋影響又有趣喎。嗱，當如果大家朝頭早去睇牙醫嘅話，嗱，呢個係例子嚇。睇牙醫話下週冇啊嘛，咁醫生同姑娘咪走咯。好啦，咁啊亦都影響到醫生同姑娘嗰個生活嘅模式嘅噃。系啊，系咪啊？好啦，咁啊，冇错，即系我哋所有嘢都好关联嘅。咁啊，开咗 AI 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下会唔会有啲啊关于 AI 问题，又想问下我哋嘅咧，都可以留言啦。呢、這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赵博士。好啊。时刻有你，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星岛中文电台。你现正收听的是 AM 一四零零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好消息，太子牌北海道六角灵芝现有大优惠，买一盒送一樽。早晚一粒太子牌六角灵芝可以平衡心血管，改善睡眠质素同埋增强免疫力。太子牌，你最可信赖。唔经唔觉，每日戴口罩已经两年几啦，皮肤差咗好多，你睇生晒粒粒又敏感。我原本都系噶，但自从去咗 Element Spa 做咗升级版嘅 Hydro Facial 之后咧，皮肤靓翻晒。我都有听过升级版嘅 Hydro Facial 部机，被评选为2022年最受欢迎嘅医美保养，采用四合一水涡流技术，能够激活细胞，滋润皮肤，清洁毛孔，令皮肤重回水润光泽状态。咁就快啲打电话去 Dublin 嘅欧化中心 Element Spa 预约啦，925-833-9338啦。世纪旅游经典欧洲线路，15日时间参观7个国家的15大历史名城，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梵蒂冈，保证出发日期6月1号、7月7号和7月27号，每人团费3399元，价格包含国际机票，全程入住4星级酒店和早餐，豪华旅游巴士，专业中文领队。世纪旅游湾区二线626-666-6999 626-666-6999。记忆力衰退可能是失智症早期的征兆，阿兹海默症协会诚挚邀请你在5月20号星期六上午10:30到12:00参加第11届粤语阿兹海默症论坛，主要是关注脑部的健康，守护我们的未来。要了解详情或者报名这个视讯的健康讲座，请致电或发短信至408-372-9926 408-372-9926。设计全新舒适的家，一定要找橱柜专家。奥伦永威橱柜建材专门店，升级全新概念，多功能合一新设计橱柜，石材够新颖，配合不同家居需要。奥伦永威建材，14 Avenue 1201号，510-533-2625。周末食碗面，个个都俾面。呢、这個俾面咧，就希望係俾面一下啲大數據啊！即係以前咧，即係我哋冇呢啲咁嘅數據咧，就好難分辨到我哋究竟生活上面有啲咩要調節嘅。咁啊，而家大數據嘅年代咧，希望可以清晰啲，咁啊帶到大家一啲可能喺生活上邊嘅一啲哲理啊，或者係啊如何選擇啊，係清晰好多啦。咁啊，趙博士，今日我哋講緊 AI 啦，咁啊 AI 亦都見到你 share 咗一啲啊關於係啊而家一啲人追求嘅價值觀嘅數據喎。是啊，冇错，我喺度喺度喺度，系啦。咁咧就有啊有啊，我头先咪寄咗啲相俾你，就系话而家啲人咧，佢谂住去搏一啲最紧要要搵够多钱，最紧要搵够多钱。咁咧就亦都唔系近排嘅啊，呢段日子咧一路咁样，咁啊点样斗法咧？就系谷埋晒啲，即系为咗啲名啊，为咗最紧要个名咧，就唔理其他嘢，唔理自己個生活個 mental health 叫做 mental health， 咁就變成咗咧，即係而家因為學費又越嚟貴啦，為咗呢件事咧就有咁多就借咁多，咁但係而家啲工作又唔係特別多喎，亦都唔可以繼續提升，一路咁加上去啦，咁咧就有個睇法，啲數據就話遲早會爆啊，咁我就點解要攞呢一種數據嚟講身體咧，又係啦。好多人就諗緊就話啊，我為咗身體健康，我快啲拍粒丸食咗佢就快啦。佢就諗住短跑，跟住咧或者同一時間咧啊，為咗身體健康咧就走去做埋試下啲健康嘢，但係同一時間又做埋曬啲唔健康嘢，即係除咗踩油為咗健康，亦都同一時間踩 brake， 即係 brake 同油一齊抌咧。咁你諗下個車會發生咩事？咁所以呢個就係睇到好多人就有時聽咗啲嘢。要好急咁做一樣嘢咧，就是、短跑，但係冇諗過其實成件事就是長跑。譬如你 career 又應該長跑嘅，但係我哋如果為咗短跑啊，為咗攞咗個名翻嚟算啦。咁啊，短跑個過程咧，又無論身體健康定話係為咗攞名啊，為咗賺錢啊，
好多樣嘢短跑就出咗事噶啦。嗯，但面對住呢個速食嘅年代咧，即係趙博士啊，好多都可能係嗰、那個耐性啊，或者嗰個時間嘅規劃咧，的確係真係短視咗啦。我哋形容下，即係總之係快嘅，要即刻有啲一個嘅功效嘅，或者係有即刻有啲一個嘅回報嘅咁。咁啊，面對住呢、這個即係呢個速食嘅年代，由 social media 又好，或者其實你做生意都聽到好多噶嘛，而家。即系唔会同你有签五年约咁样，可能由五年去咗一年咁样。咁我有啲譬如我而家喺广告行头嗰啲朋友啦，咁佢哋啲约咧再短啲噶，系三个月啊咋，因为唔知三个月后点啊个市场咁样。咁嗰、那个面对住我哋应该点样去调节下自己，令到自己可以唔好喺呢一个大世界一路推住嘅时候，令到我哋可以变通啲，或者收慢少少油咧。好簡單，好簡單啫！你聽到你啱啱都講話三個月啦，仲短啲，可能第時三個禮拜係咪？即係先三個禮拜嘅啫。咁啊變咗，你硬係知道咧，就去到某個階段咧，就會調轉噶啦。咁你不如早啲調轉咗佢仲好。你早啲咧摸熟到呢件事，就知道嗱。你頭先我講啲好簡單嘅嘢啫嘛。多人住到咧，個個都大家搭上去，一路搭上去咧。咁其實有冇問題呢？個問題咪就係喺個健康嘅方面，去到某個地步呢，就頂唔順喎。某個地步頂唔順，即係你借債券借到去到個地步，為咗去攞個學位，咁其實嗰個行業值唔值得個比例？嗰個比例會唔會太過誇張？去到一個地步就係頂唔順呢？係咪頂唔順呢？嗱，農藥係一個好簡單嘅 case， 好多時候我哋唔理農藥㗎。咁我哋一路睇到咧，就係啲膽固醇一路加上去啊，唔係一兩個人喎，係越嚟越多，係大眾化變成咗膽固醇啊、糖尿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就越嚟越犀利啦，越嚟越犀利啦。咁我哋睇到就係話，我哋如果我哋大家唔顧及下，我哋點樣製一啲成品咧？嗱，我俾一個例子咧，地氈啊，地氈咧，你知唔知佢發現咗乜嘢？地氈咧。就係、是、因為佢哋以前擺啲唔黐底鑊嘅嘢嚟，咪知道唔黐底個鑊就會食咗，好多人壞咗之後，而家唔俾擺嘅。但係點樣地氈要佢要做到 stain free 咧，即係個地氈你倒咗啲嘢落去，佢都唔會黐啦。佢就要擺啲唔黐底鑊嘅成分落啲地氈裏邊啊。係係係。咁但係啲地氈咧，你會用吸塵機嚟吸噶嘛？咁就吸嗰啲咧唔黐底嘅嘢吸上嚟啦。就噴到周圍咁大，啲人索曬落去喎。咁啊，而家有啲數據啊走出嚟啦，而家啲數據走出嚟，又係 AI 俾我睇到就話，哇！原來呢樣嘢會害到人㗎喎。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就 mass production， 即係以前咪話啊，一定要做盤生意做到有咁大咧咁大啊，爽身粉咪一個好嘅例子啦。但係另外啦，就係呢啲地氈啦，遲啲啊好多問題出現啦，因為。大有大嘅 liability 噶嘛，唔係淨係打揾多錢噶嘛，可以有好多數據走出嚟咧，原來係啱啱調轉嘅。OK， 係冇錯，要多啲諗下呢樣嘢，係咪？即係嗰啲地氈咧，地氈咧，咁邊只地氈最好啊？人哋通常問，係啊，係所有地氈都唔好啊，所以變咗係呢個問題。嗰啲數據有啲嘢咧，就某啲嘢好啦，但係有啲嘢咧，如果佢有 stain free 嘅咧。凡係唔會，你倒咗啲杯咖啡落去啊，橙汁落去啊嗰啲嘢，你會發覺咧就係嗰啲全部唔會 stain 嘅咧，嗰啲都係唔好噶啦。咦，咁但係聽完你咁講，譬如即係要留意一下嗰個 AI 出嚟嗰個數據，究竟即係有一啲你話門口一張地氈啊，即係索下啲污糟嘢或者啲水就冇問題啊。有好多屋企係鋪咗好多地氈噶嘛，所以即係啲數據要留意翻喎嚇。佢嗱，我好似呢啲咁嘅 AI 有時會講啲數據出嚟，好得意嘅就話，如果拜登再選嘅會點？咁然後咧，佢又擺啲槍嚟出嚟，如果特朗普選又點喎？咁又會點喎？今次又有得睇過，咁佢就會有啲 data set 走出嚟，就可以講俾你聽。咁因為佢選過啊嘛，咁就會點啦？咁啊會睇到咧，你覺得睇啲好得意嘅嘢噶。一講起地氈呢樣嘢咧，哇！竟然佢出個數據就話。所有地氈都唔好喎、啊，呢個好得意啊！因為你會睇到就話，咁點解唔好啊？你追落去就哦，因為佢全部個製嗰個過程
就是原来会有这个伤害性的。嗯，这样啊。但是这个地毡又在不同的年代都有啦，即是都很早的，即是产业都会，即是大家都会用地毡，是用到不是这个近代出现的东西来的嘛。那都用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了。嗯，那究竟我们如果现在这样听完啊，不买地毡啊，我刚刚早两天先洗完地毡啊，成机这样。好啦，那么用毛巾都不得了，这个事情你觉得。嗱，呢個你又講得啱啦，地氈同毛巾好唔同噶。嗱，如果毛巾做到好似地氈唔黐嘢落去嗰啲咧，咁就可能都會有同一個問題。但毛巾唔係咁做噶嘛，通常啲毛巾咧，你用到咁上下就抌噶嘛。地氈咧，因為佢厚啊，你都會想佢啊，譬如隔音啊，你嘅要求想去做咁多樣嘢嘅時候咧，住埋啲塵螨喺裏邊咧，哇！佢哋直情喺裏邊開 party。咁啊，變咗你一索下，一有過敏對個鼻腔又唔好啦，對個肺又唔好，地氈對個肺嗰個影響咧大喎，真係，嗯，好緊要，嗯，係啦，冇錯。仲有喎，如果係人哋住過個地方咧，係人哋啲地氈，你諗住，哎呀，就係人哋要包埋有地氈，譬如你租個地方，人哋包地氈，你話啊幾好啊，一種 marketing 係話包地氈，另外就係話對之前住嗰幾夥人嗰啲腳粉咧。同埋佢嗰啲塵螨咧，食緊嗰啲腳粉嗰啲喺曬裏邊，變咗你去裏邊時候咧，就變咗住喺嗰度咧，分分係食腳粉。嗯，即係呢個你明唔明啊？係呢個問題就睇個 marketing 究竟講係佢好啊，定話你睇個真相咧？係，但係呢啲有害物質咧，會唔會即係話應該咁講啦？即係有害嘅，即係有菌喺度嘅時候咧，我哋做一個叫做咩蒸氣啊，或者係大清洗佢啊，有冇用嘅咧？因為通常都是咁啦，如果入住新屋，都會做一個大嘅清潔咁樣噶嘛。喺呢個大清潔嘅過程裏面，可唔可以嗱本身個地氈究竟係啲物料或者物質上都已經係影響緊人啦，定係洗極都係有噶啦？再加埋譬如你呢啲塵螨啊咁樣，係咪洗完有冇啲幫助咧？清洗完之後，嗱你講得好啱啊，就係清洗嗰個過程咧，我又睇住啲時間，你話39元啦，係啊，冇錯，差唔多噶啦。好快再講講，嗱就係以前啲吸塵機有袋嘅，咁，嗯，你有啲咩嘢都包實佢啦。而家嗰啲係冇袋嘅喎，環保啊嘛，佢環保啊，唔使袋嘅。係。咁啊，咁你嗰啲嘢咧就噴出嚟咧，你隔極有限啦。咁啊，自己食翻落去，即係除非你揾第二個同你清洗，自己唔好喺嗰度啫。咁，嗯，啊。咁呢個咧，你知唔知？即係個問題係咁啊，大家即係唔識啊。咁唔識嘅時候咧，咁啊諗起就係，是，唉，哎，為咗環保啊，好多時候為環保而唔包括埋個 data set 係點？唔係對環保唔對健康好，即係咁樣咧，又係一個問題嚟嘅喎。係，你應該要兩樣一齊啊嘛。係。咁我而家嘅慣性咧都咁樣嘅，即係如果做一啲清潔嘅一個步驟嘅時候咧，如果用吸塵機咧，我會戴口罩嘅。其实可以清洗的口罩。加埋一样嘢，加多一样嘢俾你哋，送俾你哋，就系，是，洗碗碟机咧，而家系冇得暖啲碟嘅，所以咧，通常咧，洗完碗咧，嗰啲碟啊，同埋啲杯咧，玻璃杯一笪笪嘢喺度，咁要落一啲嘢咧，啲滑剂落去，啲化学物料落去咧，等佢唔会有嗰啲一点点，但系嗰啲嘢唔会一点点，因为佢留咗个 coating 喺上面。好啦，赵博士，今日我哋时间差唔多，好似急口令咁样，唔紧要，我哋讲唔晒嗰啲，下个礼拜再倾好嘛。OK， 唔该晒，赵博士，好，拜拜。